Yeah. Huh? Huh? 那上多高啊？奇怪了。就是不知道上多高啊，很奇怪。更奇怪的是旁边有更低的丸子的，也很奇怪。踢呀踢呀踢呀！好了。但是回得去啊，回不去。那里回得去吗？怀疑那里也可以回去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好累好累。开到四点，他应该也要出吧？要啊，到前面这里。我就在想，它外面没有。第一次看到。对啊，这没看过的新的车哎，好新哦，看起来很新。这个站本来挂的是普通的，对啊，是吧？它可以这样换，好厉害。它是变速的吧？变速的你可以换，换说。你怎么有电让这个东西运作？啊，电。这就跟我们之前讨论的说。但是挂这种东西是需要电的，它要开门，它要干嘛？开门是夹子吗？对，是机械式的东西，动力由站的各种机关提供。它那个车上有一条线哎，你不觉得车老远的？然后结果我们上一台车走，我们车就来了，怎么这么快？你看它还在站，然后它就来了。因为有加速啊，这变速，这个变速，很多电线，这个变速离那，正上方盖满的，是，哇，新车车耶，17号，
瓦达站哪里的？对啊，他那里有一个人努力的找路。嗯，他住那啊、哦？奇怪啊，奇怪，这样也推蛮远的，很累很累。我吃了情人节蛋糕了。那是吗？好可以。爱心咖啡。哦，对。不要靠门，不要强制开门，不要摇来摇去，不要开窗，不要抽烟。谁会带火柴？还伸一只脚出去。不要跳车。哦，所以他这好像也只有下车，没有让我们上车的地方。他有下车，奥利巴。哦，但他没有上车的地方。嗯，这车跟那车的差别、嗯。奇怪。这什么？这其实这个站就在他那个站的隔壁啊，在两兄弟唱丸子的旁边吧。So。不是吗？我记得没有很高。那我为什么看不到唱丸子？现在什么都看不到。丸子车没看到。丸子车我们也没坐过。嗯。那里吗？那里。还是那里？就连这样，应该是在前面一点吧。羊蹄山应该在那里。啊，在下面哦、喔，没了啦，就已经要到了啦。那里，那里。哪里？看不到的物理。你在说什么、啊？羊蹄山啊。我在说丸子车。对啊，羊蹄山应该靠右吧？你的右，我的左吧？对。对啊，但是那个你现在回头，左边的站，咖啡色一点的不是丸子车的站吗？还是在那，因为它没有很高。那你说早上我们经过的隧道就是这个？嗯，对啊。还两个嘞，有人用力的推，这里不好滑，膝盖痛，今天滑完膝盖也痛。今天就当前一天、前一天都没有，今天算是整个这个都痛。啾啾的山羊切特训，但是都很安全啊，比那黑的砰个肩膀撞下去。约你就说什么哦，啊，很常人撞断手骨，还好我撞到肩膀。哎，真的啊，就是我坐咖啡色就丸子车在进站了。哦，就怎么用很？就看到就隔壁的。很慢的速度滑回希尔顿，很慢很慢。那我觉得，我觉得，你要干嘛？随便照照眼睛就好了，随随便便就到了。不用方法。但前面还有一个右转路，我觉得刚是本来以为走那边比较近。嗯。反正既然路不要这么写的，就先过来、嗯。也都可以，还多坐到了这个车，值回票价。这会不会我的那个 app 不会算到，因为它移动的太平了。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有在看高低，认为我做几个例子。我们还是上升啊。有哦。有上升就是。他就会认为是。你看丸子车的站。那个还在动哎、欸，一次两颗丸子。没做过。恐怕是要去到那个旅馆才能做到。我们是为了去旅馆。对啊。我过不上去、欸，我不过上去会掉下。那个挂很上去，哎、好，我觉得我戴着有点放松了，嗯哼，就拉拉拉的。暂停还没到，那就还不要站起来啊！啊，不能站起来哦。不行啊，图就是叫你不要站起来啊。图的意思是不要紧靠车门，还不准你站起来。这样我们也耗了一个小时。我哪有拉了？我那是想去。
五十几分才到，我还以为很早就到了。没有啦，我就想说啊，那我们滑完也大概两点，好像也只有混一点。是啊。你还想滑吗？没有啊，已经 OK 了。我只是说。每一个学长怎样？理解我的心情，因为我都觉得没有什么照片好看，我就没有。我全都会写啊。啊，左转。这车是进站超慢吗？我夸张还是我们要坐一次这个小缆车，还是我们要坐一次这个小缆车，并且滑这个小绿线，把它收集完，要吗？好啊，好。它还有在动哦。对啊，就是它有在动，我就一看，哎，前面右转吧。好啊，刚我就是要跟你讲这个小水线。好。